那所以有时候想，那就缩短时间到1个小时，但发现有的时候讲1个小时还是有人可以睡得着哦。所以如果再不想办法的话，那以后就别说法了。所以现在想个办法，就中间休息一下啊，所以半个小时喝茶。打开生命电视台，就是打开您的心，打开您的心，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，把爱、慈悲、平等、清净的智慧，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，打开您的菩提心，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。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接下来，请收看《大宝法王乐务教演集》。佛陀对我们修行人来说，把上师的恩德视为比佛还大。在修行上是要注重上师的，但在外在表现上还是应以世尊如来为首要。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在这个佛的范畴之下。建设，任何事情的发生，不论好坏，终究都会有其建设性。就是你能从当中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。所以，当你面对困境时，不要觉得太糟糕。
大悲。一切诸佛的大悲怜悯之心，若要以形象来展现的话，那就是观音菩萨。也可以说，观音菩萨本身就代表着一切诸佛的悲悯与大悲的胸怀。回归自心，如果我们总是向外去找寻快乐的话，快乐是很难得到的，心也无法得到满足。我们应该回归自心，向内找寻与观察。不动佛，不动佛的修持应当由正式的上座修法，继而延伸到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，也就是要时时提醒自己效法不动佛的不起嗔心、不起恶心与不害他人的许愿。此法门修持的力量不在于持咒次数的多寡，而在于是否有以不动佛为模样。
善良，我不希望你们成为一个很固执的佛教徒。至于做个固执的佛教徒，对这个世界到底是有利益还是有坏处呢？那可说不定哦。但若能够做一个很善良的人，应该会为这个世界带来一个很美好的未来。功德与智慧是与生俱来的，并不是透过佛法的修持后才造作出来的新的东西。大乘法教特别强调的慈心、悲心与菩提心，都是我们本具的。滋长佛法的功力是不会很快地呈现出来的，它是维系的慢慢滋长着，与世俗的努力是不一样的。它是在内心当中一点一滴地滋长出来，要常关照，每天至少想一次慈悲心、感恩的心与佛法，不断地努力修行，让修行运用在日常生活中。
每一天。我们在开始新一天时，不只是洗脸就够了，而是一定要想看看，脑子或者心里都要想清楚，然后才开始一天的新生活。尽量让这天成为有意义的一天。当一些情况发生时，我们要想些佛法上的理论，休息安静一下，每天都算自己的账，今天做了多少恶的善的事情。空谈，佛法不是空谈，佛法与我们的生活子心是密不可分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光是空谈是不会有任何利益的。三宝，对于三宝有亲近的心、接近的心是非常重要的。佛并非高高在上，是要从生活中找出佛来，永不分离，能够帮助自己改善生活，在生活中不脱离佛法。对于佛的追求，要自内心出发，而不是要常常去寺庙拜拜或念经。如果没有用心的话，拜拜也是没有用的。
安言。对我个人来说，什么令到我常带笑容并不重要，最重要的就是如何使到整个人类都常现笑容。当我们的发心和行为能平等无别的时候，全人类就会常现欢颜。护持中华国际施食协会，邮政划拨，户名社团法人中华国际施食协会，划拨账号50396819，50396819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001205666，012001205666。僧众斋食素食银行慈悲便当，烟供香粉，药供包香，弱势关怀，不食动物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启建49日药师法会，日期5月2日到6月29日，时间每日下午2点开始，恭请湛信法师主法。联络电话06271-6616，06271-6616或06271-6612，06271-6612。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义，共沐佛恩，避免信众于密闭空间无法保持社交距离，一律采直播方式共沐佛恩。欢迎加入分会赖群组，可登记病苦者每日法会后皆会回向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诚征护生员义工，工作时间每月第4个星期日，工作内容除草打扫环境，洽询电话06271-6616或06271-6612，06271-6616或06271-6612。洽询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衣，共沐佛恩，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量体温。罗侯罗尊者密行第一，境界威仪。罗侯罗尊者贵为佛陀之子，也是僧团中第一位沙弥。小时候调皮，但经过佛陀的开示劝导，性格越发稳重沉静，修忍辱持境界。佛陀曾赞罗侯罗为密行第一，于3000威仪、8万细行都能了知奉行。一心顶礼尊者罗侯罗，
祈愿大众见舍利生欢喜心，并学习尊者持身端正，持戒静心，珍重看待戒律，并如法受持，见离生死。印经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成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接下来请收看佛学问答。如果是这样哈，如果佛法真的这么广博的话，那理论上，因为学佛人应该就没有任何烦恼。可是我看到很多学佛人还是有很多各种不同层次、不同广度的烦恼，那这是为什么？哦，非常好。学佛本来就是要减少烦恼了。刚我刚给大家这个口诀，生烦恼就是自己错。那为什么学佛人这反看起来烦恼多？两个原因，第一个原因是他内修修得很好，可是别忘了。修得好不代表烦恼少，何以故？就像水如果清净了的话，很容易看到水底下脏东西。
反倒是很污浊的水呢，觉得还好啊，没那么脏。你了解意思吗？常常是心静，想要学着减少烦恼的时候，他才有机会，而且有因缘去面对抗拒贪欲。我们一般追逐贪欲的人，根本没时间跟他贪内在的贪欲抗拒，而且是很勇猛的、很积极的追求欲望。这个时候，你根本没时间去看到欲望的不可爱，或者不应该这么贪爱。结果他就是他想方法满足而已，他为的是要满足得他一种满足的欲爱，这种过程当中他在快乐当中，他不会堆叠痛苦跟抗争。那有一种人他觉得不可以啊，不可以又想要，因为他刚开始修行嘛，他又想要，反而他烦恼多，这是一个内在修的第一种人。第二种人是不是怎么样？他太洁癖，他常常是内在里头有道德感。其实佛教不一定讲道德，借由道，佛教最终是觉性，不是用道德。但是道德是一种过程。那么很多人用世间的道德呢来看待自己，他也拿这个不小心去看待别人。因此呢，他发现当用道德的尺度去看别人，会反映出好像似乎自己更有道德。这个时候就是洁癖的佛教徒出现了，他拿了道德的尺度去量别人，很爱量别人，也很爱告诫别人不要坐这儿，不要坐那儿，然后你就会看到。